皮房上满缀点点金黄，黄澄澄的花朵从绿叶中探出头，鲜亮的金针花洒满整片河堤，吸引不少民众一大早来赏花。看金针花啊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这有到七八成的。苗栗大湖800米的金黄廊道，游客往花丛中一蹲，立刻置身金色海洋，疯狂抢拍，搭配蓝天白云，超级疗愈。而在苗栗造桥，则有不同的田园风光。200公尺的南瓜隧道，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南瓜让人大开眼界，有长得像蛇一样的蛇瓜，也有超大颗完全拿不起来的超大南瓜，60种品种以上的南瓜让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，一大早人群就来报道。种植比较 中大型、哦、适合 游客观赏的品种。不过想趁着好天气出去玩，可得要快了。20日开始，封面将会接近，降雨几率大增。21日、22日2天雨势最大，小范围剧烈天气有可能会发生，出门可要做好准备。特别要留意，在中南部地区是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。坏天气要持续到25日才会稍微缓和，而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则有热带扰动酝酿，会不会进一步发展还要持续观察。记者钟正贤、卢俊杰、陈志旺、SNG 苗栗报道。